好的，现在玩的是《逃脱者二》哦。然后上次那个我研究一下，应该是要晚上点名的时候，然后拿工具去吧。然后等那个，等我看一下，哈哈，等那个熄灯之后再去把那个铁丝网剪开啊。好吧，那就继续了，应该是这样吧。我还没试啊，现在是早上点名啊，然后我还要凑。哎，我打上去干嘛？还要凑两个胶带，三个锉刀。哎呀，怎么是空的？是点完名才会更新吗？早餐哦。哦，有人要打架了。不陪你们打，我要去找东西。也不是早餐时间刷新呢，这物品什么时候会刷新？螺丝刀。物品没刷新呢，这样怎么办？傻眼了。哦，有胶带，胶带，还有两个锉刀，锉刀，也没有哎。自由时间，你们在吃早餐的时候，我已经在自由了。没有锉刀啊，第一个而已，这么难吗？傻眼，锉刀，没有。是没有，那没有的话又要等明天了吗？没有锉刀，差两个，是没有，是我干脆重开比较快。干，你差两个锉刀，锉刀，螺丝刀，再拿个胶带。没有锉刀啊，怎么玩？锉刀，锉刀，死老鼠欸，死老鼠会干嘛？放到人家床上。那个死老鼠。超白目！咦，这也有路？喂、欸？啊，这边都要减两层。不会是相通的吧？好的。这样我还差两个锉刀啊，又要等明天了吗？哎，那个打发时间要做什么好？
餐时间，我先把胶带收起来。胶带应该不会被收走吧？午餐时间，哦，吃完了要干嘛？继续去训练智力吗？弄七十这样。图书馆欸，还是来弄弄看另外一个单人的过法，那个好像比较麻烦欸。可以拿了，咕噜咕噜，哦，七十了，七十还可以升吗？欸，可以欸。好，哦，工作时间七十还可以升呢，这样弄更高有用吗？这边应该都没有那个工作台可以找。未满足需求。你以为自己是谁？真无聊。然后嘞，继续坐在这里发呆。我记得上次有加钱。哇！然后又断线了。哎，没事，在发呆的时候也可以连线无没有速度这样。这边发呆，哇，挥拳集气，哎，会扣体力哦，防御。哇，可以冲哦，冲刺！也还是因为我拿的是棒球，所以是这样。锻炼时间。哦，没事，不玩了。看能不能挥拳浪费体力。这个是什么？体质。然后会不会有人打架？来这边都看人家打架了。体质是血量吗？还是什么？哦，不行，太累了。哎，好想参加他们哦，没体力了。哇，这个这么耗体力。有一个倒的人在那边。去捡一下尸体，这样。哦，结束。哦，跟着走。还有人要打架。欸，没有人打架哦，这样好奇怪哦，赶快打一下。完了，等等，好像自由时间练体质。哇，我刚才挥拳了，加属性加好快啊。再去领域，领域回血这样吗？
等等，应该是啊，晚餐哦，好去吃一下，不然等等那个星星又增加了。哎、欸，我跑得比较快、欸，耶！可是我被卡住了，还可以插队。咦、欸，等等，为什么刚才我看到胶带？这边柜子可以敲就对了。哦，所以不止工作才可以找道具哦。啊，不对，是买的，妈的，胶带可以买。哦哦，是跟这个人买。啊，他有卖戳刀哎，等我现在拿戳刀会不会死啊？65。自由时间，因为我在跟那个买两个戳刀，是不是就可以闪人了？啊，只有一个，那这样还要买一个铁锤。好的，哎、欸，哇，钱不够，一个戳刀要40。我的钱不够，这样子到明天了。收起来，等等，被抓到又不见了。啊，练体质。还是应该练力量。哦，我他妈打架，光光，虽然不知道干嘛用，还是把它拿走。一瓶水，卫生纸，那什么线？哦，他干嘛？打架啊？咦？医用绷带，这个是卫生纸，可以用卫生纸代替绷带吗？应该不行啊。诶、欸，这边坐下可以回体力吗？66，我练到70好了。还是练到这次没体力。哦，没体力了，坐着休息欸。有很快吗？不然没有那个淋浴间快欸。没有，好吧。淋浴。淋浴间加比较快，晚餐不还没有再快一点，然后等等我试一下，晚点名点了之后就跑去围栏那边发呆，看他们多久会把我抓回去。有人又打架了，看一个人冲过去，医护人员。看到医护人员冲过去了。嘟嘟嘟，那也可以再练一次吧。点名哦，啊，
哦，走了走了。现在是晚点名吗？哎呀，好，点了。然后东西拿一拿之后，冲出来。然后拿工具在那边捡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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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捡，好，试试看我多久会被抓回去啊？现在还差一个戳刀，有没有椅子可以坐啊？我需要个椅子，回一下体力嘛，对不对？相通的，可是点完名之后门会锁起来。捡捡捡。哒哒哒。哦喂、哦，那里面紫色会锁，他们会发现我不在吗？回牢房，这锁了吗？还没锁。咦，还是我应该返回牢房，然后试试看。然后锁起来了。哦，锁了。好了，外面可以进来，里面回不去。哦。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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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要点名的时候冲出去啊。好，我点完了，你也慢慢点。真的还要吃早餐欸，这样不能跑太远，对不对？戳刀，戳刀，没有。戳刀，戳刀，怎么那么难找啊？戳刀。胶带，胶带是违禁品啊！戳刀，我觉得我现在胶带好多。哦，我吃早餐了，吃完了。戳刀，戳刀，咦，这边怎么还有？卫生纸、手帕，哦，还有胶带，我要抽刀啊，还是，喂，他为什么在里面发现钱呢？还是什么？啊，应该没抽刀，被他拿走了，肥皂、扫把。戳刀咧，早餐晚应该是自由时间嘛。OK， 戳刀，戳刀，还差一个，好死不死，还差一个，哦，哦，够了，还要找吗？啦啦啦啦啦啦啦！哦，又开打了。现在人好多，适合做工具吗？要按住，再来一个戳刀吧。好，哎，应该没做错吧？做错会搞笑，清醒切割，
做错的话又要剪第二遍，那就等点名，然后拿了冲过去熄灯，要等熄灯再剪。希望 OK， 还是我另存心挡一下，不然又 GG 就可是这好像自动存档了，无法换不到，好吧，再找个抽刀。喂，奇怪，要么没有，要么一堆，到底？要么没有，要么找到一堆，又有，哎，好扯哦！那两把戳刀，我可以再做第二只了吗？还是缺胶带？要么都找不到，要么一堆。哎，他在喊谁啊？是我吗？给我出来！我回去好了。等等，要吃午餐了。希望这次可以逃出去啊！今天又 GG 了吗？哇，超多抽到，我可以做第二把。结果他搜索我的房间，我就，就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。可是他应该不会找夹层的东西吧？关一下，假装在吃午餐。然后看人家打架这样。要打了吗？没有人打架。哦，有打了打了打了，我赢了，目标已倒下。哦，只能买东西哦，不能拿他身上的东西。哦，又打了又打了，看戏。不能拿他身上的东西吗？可以耶，拾取战利品。可是这个医护人员速度太快了，他速度也太快了吧？训练有素哎！我移动速度比他们还快哦，可是跑不赢哎，为什么？喂，上期，喂。申请成功，在哪里上漆啊？旁边这间，然后怎么弄？工作指标嘞？我需要手套和面具，手套，面具。丢进去吗？这样对吗？我应该穿起来齁，我怎么把它丢进去啊？要怎么穿？我手套。这样我应该丢掉齁。就这样子丢对了吗？好白痴的工作，不对，不能丢同一台。哇擦！我达不到指标，那要加班吗？哇，这锻炼时间好远哦。
哎哎哎！我把警棍打断了。还是这个其实应该接那个工作，然后哎也不对啊，出不去啊。七二，个乞丐。哦，洗澡。等晚上门点名，工具拿了冲出去，这样应该没错吧？错的话，我还有一组工具。锻炼。你这个属性到底会不会留着啊？如果不会留的话，我这边锻炼那么高干什么？而且留着的话，好像也有点夸张。本来在淋浴，我又用完一组锻炼了。那自由时间继续练属性吗？哎，晚餐欸，要不要去吃一下？踩个点就回来。晚餐不知道有没有淋浴补那个能量块。算了，没办法试。快走！为什么叫人家快走？为什么？欸，那个名字应该不是我吧？为什么会快走？哦，我就要走快一点。94了，可以超过100吗？98。100，这么满的吗？我擦！然后试看有没有突破100。我觉得应该最高就100。哦。过来，不行，最高100，没了。那锻炼力量都会发呆一下，不知道干嘛。明明是 L2 跟 R2 交换按。够了，可以做完几次锻炼呢？所以力量也最高100，而智力应该70就够了吧？有必要用到100吗？而且我觉得下一张图属性就被洗掉了，弄完也没什么用啊。只是现在在等晚点名。哇，力量不好加欸。哎哎哎！拿这根扫把要干嘛？是要来拖地还是要来打人？好跑好跑好跑！这有没有东西啊？躲起来，好的，躲在里面啊。欸，几点点名？9点哦。这样我还要再锻炼一圈吗？
要干嘛？再锻炼个两次算了。对啊，点名可能也要在那边等，弄到没体力好了。欸，好像又不行啊。哦，好想把它升满哦。有强迫症吗？啊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洗个澡，然后去点名。有个人在追，为什么赢了？我一个问号，看他们会打到哪里去。哎，欸，我，哦，还是自由时间哦。哎，欸，没东西了，把球斧拔掉，十点才点啊。哦，我工具已经做好了，然后点个名就好了嘛。点个名，拿着我的东西去外面等。呜，哇，终于，这关怎么这么难？嘟嘟嘟嘟嘟，哦，哎，我还没点。点了，这好诡异哦！为什么点名是这样？哦，没事。哦，他不理我，冲冲冲！哦，等熄灯，上次太早点了。哇，哎，熄灯，熄灯。是等熄灯吧？我再看一下，确认一下。晚上熄灯。好，可是其实应该挖别条路啊，不可能啊！欸，可是躲角落没有监视器的地方也就可以。牢房，也不能被探照声照到，对不对？我操，还有这东西，好恶心哦！有熄灯了吗？欸，他怎么知道我没有在牢房啊？哦，熄灯，捡。哦，我要出去了。谢谢大家，我终于出来了。啊，哦！为什么他们知道我跑出来了，还在后面跟拍？哟，是守卫，一个滑嘞，准备开拜。拜托，那后面那个摄影机好贱哦！啊，周界突破，哟，但还有两个、三个牌子。一，因为时间太久了。啊，下一关，这个好像还有另外一个过法。哦，咦，这个好了，火车哦。等等，我看一下火车怎么过。火车。诶，出生点左边那节车厢出逃。
随机生成那种。车厢。哦，在火车上的牢房，对不对？这么酷。现实中真的有这种东西吗？还有厕所欸，哇！我的电脑，什么都有就对了。医护室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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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还有紧急按钮，要干嘛的？哦，应该是火灾的时候按的吧，我猜啊。就用暴力字。哎、欸，这好像不能锻炼属性哦。可以直接逃吗？左边这一节。喂，我、哦、需要一根仿制的胡萝卜。两支笔，一个什么蛙哥？这关好像比较简单，用死老鼠行不行啊？一定要胡萝卜吗？一个手帕，两支笔。哎、欸，有手帕、啊，我干嘛按掉？干嘛？剩余时间是怎样？所以我只有五分钟可以逃跑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哦，不对不对，那是玩的时间。可以自己爬起来吗？所以这节车厢不能过来，不行，爬不起来。好扯哦，走过去而已就打我。那剩余时间是怎样？时间到就死了这样吗？还是时间到他就到站了？什么笔啊？哦，哦，所以现在是在运输犯人就对了。啊，笔嘞？没有笔，完屁哦。没有工作台啊。是要躲他们吗？笔嘞，笔嘞，你该不会要跟他 PK 吧？我会被送回去了。你、欸、这个怎么玩啊？好难哦！只有手帕没有笔啊！笔嘞？还是有其他地方可以找道具？哦，看，好贱哦！所以没有在牢房被守卫看到就会被打，完了，我也没有武器啊。你这个好难哦。左边那个是不是有武器啊？结果我只有拿手帕。去拿武器好了。浪费好多时间啊！都只有这节车厢里面，他们不会过来这样吗？有吗？有武器啊，反正都会被打。哇！
吃我的棍棍啊！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擦一下，我应该用防御。哎、欸，棍子他没收走。棍子他没收走哎、欸。我操！啊，还是被收走了。发现违禁品。医生，你为什么要收走我的棍子？有点难啊，这关是练习打架就对了。那应该残血了吧？我会不会用拳头就可以打爆他？哇！吃我一拳啊！哎呦呀，好痛啊！可恶！又倒了，好难哦！要按防御对不对？防御是……我把警卫打倒了，他会不会又复活？先从背后给他一下，这样。哇，没办法，我下去吧。哇，刀，可以拿衣服吗？穿警卫衣服吧，你可以耶。这样他会理我吗？还是不理我了？哎呦！嘿嘿嘿，他知道是我，被没收了。狙击。哦。我的换衣服没用。觉得我的属性啊被扣回来了，欸、可是智力有70哎、欸。哦，你哪个家？啊？哦，我输了，好难哦。诶，医疗包是武器，医疗包是武器，好哦。只有在牢房里面不会被他 K 就对了，然后他还会复活。还是应该要玩潜龙谍影，对，硬 A。看到人赶快躲到牢房里面。他就固在那里啊！我的，这是潜龙谍影就对了。冲走物品，进去！Go！医疗包，肾脏限速，我要比啊比嘞！医疗人员应该不会打我。操！没有一根警棍哎、欸，好想拿。在里面不能拿。
对，可以躲在这里。这还哦鼻，冲什么？手套。迅速躲起来。嗯，你干嘛？别起来了！哎，厕所堵住了。哎 ，what？ 可以跳过去吗？哦，这还要做钩子，我不会做钩子。勾勾勾勾！哦，吓一跳！那勾的是哪一个啊？一杯茶，你可以做茶。还差一支绿色笔。钩子茶怎么做？现在时间没有暂停呢。哎呦，两根铁棍，一个胶带，啊，办不到啊！我那个门打不开。那个应该有两个，喂，哦，绿色的 pen， 不会被没收吧？不要，先把胡萝卜做出来。哎，要走掉了，不行，要等他看风景。胡萝卜。哦，我有胡萝卜了，我按住，仿制胡萝卜，这应该不会被没收啊。走掉了吗？走啊！挡住嘛。看不到我啊、哦！你看到我了，不要过来，安安，我不要让他们打倒算了啊！嗨，追过来，躲里面，没看到。有点蠢，医生，你有看到任何人在这里吗？医生表示干我屁事。哦，这样可以啊、哦，好蠢哦，那跟潜龙谍影躲箱子一样的意思吗？可以逃跑了。哎哎哎，不要啊！这里还有一个箱子，箱子超强，躲进去就无敌了，这样吗？哦，肾上腺素哎，不知道怎么用。还是那个只是恢复能量，没什么用。对啊，走了吧。你在别人的牢房可不可以、啊？看到我，你看到我。哦，走了走了走了，哦，走了。怎么用？哦，直接按叉。小马。
小马过来嘞，还要求你。哦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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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怎么把马停下？这马跑得比火车还快，还是那是那种超慢的火车？哦耶，没有啊 ，F 马匹骗子啊，好，好像还有哎，另外一个是多人的，好吧，那今天大概这样好了，啊，好，先这样好了，下次再过下一个，那先收台啦。